就这个，对，这个。正在金饰品柜位前看了好久，目的是挑出最合适的礼物。现在来买，光靠活动划算不少。母亲节的时候折扣会比较多，因为我每次都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来买给自己的礼物。就是出社会第一份礼物。不管送礼给谁，各大百货母亲节推出系列优惠，抢攻商机。其中东区这家百货业者，光第一季黄金买气强强棍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珠宝业绩暴增70%，其中黄金成长幅度也有60%。举例来说，以50万元黄金套组来算，至少打了8折，相当于省下10万元。母亲节预购的时候呢，就有我们的这个主顾客有下单550万的这种黄金的商品。观察国内金价，19号每钱9510元，创下一个月内最高纪录。隔天开始下探，23号暴跌280元，隔天开始回弹，直到25号回稳至9260元。分析师表示，金价突然飞涨又下滑，是最近受到中东局势影响出现的避险。除了黄金外，属于增值性的珠宝腕表，在新一区的百货业者推满3万送1500，另一家百货买万送回馈点数，全馆则买5000送2000。尤其在百货买的是定价黄金，又靠加码活动，确实比实价来得便宜。TVBS 新闻林雅南、王思纯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